讲了什么故事？刚刚那个视频上讲了什么故事？你觉得如果是你碰到，你会怎么办？现在是打120。打120是吧？那憨豆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先是憨豆先生心里，他这样做人工呼吸。哦，憨豆现在在做人工呼吸。然后就分了大包，你拿出来一部分，要不然把它全部灌进去。哦，然后拿那个药，给它全部灌进去。然后他们一个人要那个垫他的东西，然后放那个垫杆上，然后垫了他，垫了他三天，他醒了，然后又垫了两天，他们两个人一起垫、哦，然后给他吃，他又晕倒了，然后又晕倒了。那是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是得了心肌梗死发作？发作以后呢，他给他做心肺复苏，是不是一开始啊？他不知道干什么，然后看到那个药，对吧？看到那个药呢，然后就拿药给他来吃，对吧？然后药吃了以后呢，他不知道怎么跟心肺复苏跟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对不对？他看到胸廓起来了，是吧？胸廓起来，人工呼吸的方法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大家在笑他的人工呼吸的方法是不对的。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儿童意外伤害的这些防范。这两天天气热不热？热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游泳。最想去哪儿？游泳。我今天才结业。才去。昨天就去了。对，我今天已经毕业了。那能不能一个人去游泳？不能。那需要爸爸妈妈的陪同，对不对？要。还有游泳圈。还有游泳圈，都是为了保护安全。那能不能一个人到河里去游泳？不能。不能去游泳。陌生的地方不要去，是吧？那么如果说你看到呢有小朋友在游泳的话，一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，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？赶紧找身边的大人呗。赶紧找身边的大人。啊，你说一边的河旁边都有救生圈在旁边。河旁边都会有救生圈在旁边？不太可能。那还有什么意见？在河旁边不是有救生圈？还有什么答案？首先应该怎么办？看到有人掉到河里去啊？先是应该看周围有没有大人，如果没有大人，再靠自己的办法。哦，首先看有没有大人，然后没有大人就靠自己的办法。那有没有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？看到人掉到河里去了，你们现在都会游泳吧？会。你们敢不敢去救？不敢。不敢，对吧？自己不能救的时候就不能救，那应该干嘛？呼救大人是一个方法。那还有嘞，大人旁边假如没有大人怎么办呢？拨打120，报警呀，是吧？报警。没有手机呢？没有手机呢？对呀、问得很好啊，没有手机呢，那就赶紧大声喊，对不对？喊周围有人，怎么喊？快点喊，有人掉到河里去了，赶紧来救人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么喊？然后如果再没有人也没有怎么办？就你们一群小伙伴刚好看到有个人在河里面。如果旁边有人有人，刚刚有人说了扔游泳圈给他也是个办法。那还有什么方法？Maria 你说。可以把假如说人多的话，可以把身上的外套打起，然后扔到水里，他可以顺着那个外套。可以，这也是非常好，这也是个方法，对吧？这也是个方法，就是说衣服吸水容易沉下去。就是说衣服呢，可以把它打成结，对吧？打成结，然后呢，把它往河里面扔了以后呢，让它抓住衣服，然后有条理。那这时候我要问呢，这个衣服你把扔给他的时候，假设我们这儿有个布袋子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衣服，对吧？你把衣服扔给他的时候怎么扔呢？你现在去救他了吧，是吧？假设我们这儿就是一个布袋子，好，这中间有个孩子在河里面。如果说你现在扔给他，对吧？你这么扔，然后你就重心往前一扔，他啪一拽，会不会把你也拽进去啊？对，会不会？能不能救人？除非身边有很多小朋友，然后一起来。一起来也不可以，我听到有人说了，一起来也不可以。你要把衣服那扔出来怎么办？被扯啊！就说把衣服打成结，成结拉起来，这是种方法。如果有的话，对吧？有的话是这样的。就你现在身边有什么拿什么嘛，那衣服脱下来是最容易的嘛，你可以把衣服脱了，然后把衣
在一起往这个水里面扔，扔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，就你不能这么直接扔，怎么呢，要放低重心，把这些东西慢慢往前扔。如果你一扔它一拉把它拉进去了，就告诉你们，救人的时候首先得要自救，保证自己是安全的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绳子给它慢慢的往下面就扔，人趴下了，趴水边上，尽量放低重心，它拉的时候可以，而且拉的时候比如说也可能是衣服，那也可能比如周围有棍子呀，对不对呀，对吧，有绳子呀，那棍子扔的时候也是，就是你把衣服缠在上面，轻轻缠上去，棍子又往尽量往前扔，才能拿到衣服，然后先把衣服够长吧，先看旁边有没有固定座位，先把它缠上去，然后再依靠竹竿先靠近它，然后再靠固定设备，先保证自身安全，依靠固定设备往后，然后那么固定设备怎么固定呢，把自己啊，对吧，自己的固定设备怎么固定呢，打结就是尽量的，就刚刚我们说的，还是要人放低重心，把东西放过去。除了衣服以外，刚刚Maria说的，就我们还有可能你手边上有好多的棍子，比如说这儿有个扫帚，或者那边家里你经常在河边上，我看到这些棍子、东西、碗子都可以。扔的时候呢，尤其是那个坚硬的这种木头的东西，你不能直接往它的脸这边放，可以从远处慢慢的放，要不然它。说最后看到东西的时候会特别想要了抓住它，那头一抬就容易把脸呀、眼睛呀把它伤到。所以如果说你是拿一根木头的棍子的时候，是从远处，同样是要放低重心，慢慢的靠近那个溺水的孩子，然后给他让他能够抓到一个，然后慢慢往回收。就这是一种说有衣服，可以把它打成结，和绳子，那绳子也可能有，对吧？绳子可能有，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。拿木棍儿，好，木棍儿慢慢的给他，然后让他把它收回来。记住了，不能把木棍直接给他。同样，你在给他收的时候，重心一定要放低，好，重心一定要放低。那这是第二个办法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办法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了？刚刚有人想到游泳圈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说没有游泳圈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其实可以搞漂浮，就是我们一般用于上放学的时候发生溺水的。你身上有书包，可以把书包里头的东西全部倒出来，往里头放，往旁边找塑料瓶，然后塑料瓶本身就有浮力，然后书包本身是布料也有浮力，再让它有一个依靠物，再找一根棍子类的，慢慢把它拖过来。书包上系一根绳子，慢慢把它拖过来。这个方法也不错，是不是啊？也可以去实施哈，也可以。讲了一点这个就漂浮过，就我们拿游泳圈是那种就是漂浮的，对吧？啊，你说。他说他们那种方法，万一他的脚被水草缠住怎么办？啊，这个问题问的，万一脚被水草缠住了怎么办？所以棍子是一种，衣服啊，绳索是一种，对吧？慢慢的靠近。那万一脚被水草缠住了，那还得是要想办法，对吧？还得要想办法让他就把东西拿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找，比如说最方便的，看周围有没有这种方便袋儿，大家经常说买菜的方便袋儿，方便袋儿是个漂浮物吗？或者说这种塑料的袋子，可以把它在空气中这么一转啊，一转，你们就鼓满气把抬头扎好。那就是漂浮，相当于游泳圈吧，扔过去，好，扔过去。这时候呢，溺水者他如果抱着这个漂浮物的话，他就像游泳圈一样。像我们平常游泳的时候，不是胳膊上弄一个，是吧？套一个那个充气的，然后游泳圈也是给你的。对，现在就不用你，很棒哈，很棒。就是这也是一种方法，就是说你能够用漂浮物扔给他，是最方便的。就是我们有这种方便袋拿给他，所以有的时候包里呢经常备一个方便袋，其实还是挺好的，是吧？就是我们怎么把他救上来？你有问题你说。他的脚被水草缠住了，那你给他绳子有什么用吗？对，那脚被水草缠住了，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呼救大人的话，尽快呼救大人来，可以划船过去，或者是大人把他游过去，把他找到，把他拉上来。我刚刚讲的这三种方法是如果没有大人的情况，大人还没有赶到的时候，那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我们身边的东西去施救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大人是最好，
去自救。如果是脚抽筋溺水的话，周围也没有人的话，可以自救吗？脚抽筋和溺水，周围也没有人，那就只有等死了，没有好办法了。脚抽筋已经溺水了，那我觉得可以就是放松。我觉得可以放松。如果你哦，我知道一种办法，怎么样就脚不抽筋？你抽筋的时候，你就头摸下去，用手给抽筋的地方按摩，一直到不抽筋了再。所以游泳的时候，如果抽筋，保持冷静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冷静。抽筋就让抽筋把伸直，脚绷直，放松放松，你一定会浮起来。千万不要在那儿死命的抓，死命的蹬，一定要放松。放松以后就可以浮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说真的是溺水了，我们救的也稍微晚点了，那这个孩子就已经溺水了，我们大人来了把他捞上来以后怎么办？对吧？捞上来以后怎么办？人工呼吸。人工呼吸。120，说。可以按那个胸部，让他那个。但是心肺不足。胸部那个。心肺不足。你说大家可以多发言，就是如果说你碰到小朋友真的就是掉到水里去了，被拉上来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该干什么呢？你说告诉他们第一步该干嘛。小孩溺水以后把从水里面拉上来了，第一步该干嘛？首先你们觉得想干嘛？是不是应该要把他放平了，然后询问他是否还有意识？是不是得拍拍他？喂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我的答案是，先要把小朋友放平了，然后在他耳边或者是肩部轻轻地拍，说：“喂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还有那个意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”所以第一步是到底是大家说的倒出呼吸道的积水，还是判断他有没有生命迹象和呼吸？首先你把人抓起来，就是捞起来以后，第一件事是应该说判断他有没有呼吸，然后再决定到底是怎么抢救。就是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如果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说明他还有自主呼吸，然后自主呼吸判断以后，如果有的话，再是去我们清理口腔，把他嘴巴里看有没有鼻压，有没有鼻子上手双手扒嘴唇，帮助他咬到你两个手，这样子扒他嘴，扒开以后把他嘴巴里这些淤泥呀，清的这些什么，假如有水草呀，清出来，到处呼吸道的这些有异物，到处呼吸道异物以后，到处水，然后再开始我们说的呼吸这个做。你有什么想法？那先打120呢？120打过来，我们说现在人已经救上来了，就这个孩子已经把从水里面救上来了。救上来以后，我们怎么办？首先第一步是倒水，因为过去的大人会怎么样？会把小孩放在牛背上到处跑，跑了以后是把这个水倒出来。但是万一他呼吸道有的有的堵的东西，就是不好的。他就会窒息倒也倒了没有用。首先是判断他有没有呼吸，判断呼吸完了以后，再看看清理口腔的异物，呼吸道的异物，呼吸道异物清出来以后，再是把他的水就是排出来，排出来的方法，如果是小孩的话，可以把他放在背上，可以把他背上一个手在拍，你在做心肺复苏，该来的都是你来的都心肺复苏，所以这第三步的话是再来做。把水倒出来以后，然后如果看有没有呼吸，没有呼吸可以做这个心肺复苏。心肺复苏待会儿我请一个姐姐给你们做模仿做示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待会儿请一个姐姐给你们做。愿意听吗？想看看心肺复苏，待会儿我们请一个姐姐给你们做，好不好？她专门是讲急救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如果说溺水了以后，首先夏天一个人不能单独出去，不能单独出去游泳。那如果说你看到了以后，首先想要怎么办？总结一下，首先是要呼救，呼救，这种是呼救周围的人和大人，然后就是打110、120，或者你知道所有的急救电话。急救电话有哪些？110、119、119也是可以的，
没有怎么办？我知道。哎，我们现在就想有电话的时候。有电话亭的时候就有电话亭呗。那你万一手身边直接有手机，假设现在有手机，打电话的时候怎么打呢？嗯。你说。